继续找啊，不要再抱怨，笑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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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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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躲到房子里。那我选第三间。哦，就是大野狼的故事。安全了，哇塞，仿佛很像安全，却不知道安不安全。哇塞，要问我，所以我现在是要躲起来是吗？我现在不能调查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跟个废人差不多。所以我要出去喽。怎么会？要重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多多是，等一下，What the hell？啊！抓到你啦！撒谎啦！我来想一下哦，大野狼他们是这样躲吗？嗯，就躲。我大概会玩了。这个就跟偶先有点相似啦。偶先他也是看看故事书来破剧情，这个也是以故事书来破剧情为主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大概懂了。嗯哼，只是这边这个的游戏性也蛮高的。噔噔噔，快跑哦！躲进房子里，第三间。其实我根本看不到第三间了，所以当下不会有反应说要去做那个。对，安全了，就懂。三个房间的故事啊！大洋洲，他吃掉猪老公后就去找小红帽。哦，小红帽的故事，大野狼把奶奶吃掉，可是我这边要怎么放肉呢？我这边可以放肉吗？狗狗会喜欢吃哦，好吧，那我想一下我要躲哪里耶？嗯，等一下，因为故事书并没有提到说躲哪里。沟通我们已经有，这杀人的也有。小红帽的话是扮成老奶奶，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，还不需要扮成老奶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还差什么？就只差那三只小猪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三只小猪的故事，木门有点饿到重门。她把猪老公吃掉后，就去找小红帽。嗯，没有解答到我的疑惑。好啦，随便啦，就找个地方躲。是，躲进去。小一奴在哪里？嗯哼，躲掉了。这边的游戏性够的原因是它还有半刺激感啦、啊。偶戏的话基本上都是走故事看的，对，那还好。哦，真是吓死我！阴阳心外来，注意，后有凶猛肉食，凶犬肉食凶残，后有凶犬肉食凶残哦，好像狗的声音，丢肉块。哦吼，就这样子，好平淡无奇哦，好，好顺遂哦。有没有小兔兔？有小兔兔，I love you，rabbit，没有水。好啦，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这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，然后必须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，我们下集再会喽，拜拜。